这个菜那个肉通通打包带回家。白痴母女婚宴狂打包，自称弱势团体。开开心心办婚礼，最怕有蟑螂，还一次两只。然后我们的招待部分问他说：“你是哪方的亲友？”告知我们的招待说是男方。昨晚他们就这样没包礼金，蛇进男方亲友桌，脸皮超厚，还上台玩游戏拍照。下台后，打包菜色包到隔壁女方亲友这边，包到人家的尾盘什么的。他们在包菜色的时候。就不是同桌的友人说这道菜我们要包的，包菜包的人尽皆知，开始有亲友觉得不太对劲。男生这边跟女生这边都没有人认识这两位的时候，才我爸爸才把他挡下来，然后他说是我的小学同学，请问你读哪一间小学？然后那个王姓女子就说我忘记了。但是那一场婚宴来讲，我没有请任何的同学。待机不要康，新郎报警处理，这对白痴母女就变了。说我们是弱势团体，然后你这样子我们很可怜，就是打一个悲情牌。是他们的态度是非常的消极的，就是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土拨东心，可以说是非常赌蓝的。报道。